係啦，印兩份，乜都唔撳咧，佢會出 page 一二二三三俾翻你嘅。如果你想去一二三一二三俾翻你咧，記住撳翻呢個。係啦，咁隔離呢個咧就係交叉分頁咧，就每人一份咧就會十字擺出嚟俾你。嗯。係啦。咁啦，再講埋隔離呢排掣。咁啦，預設咗嗱，假設咧我設定咗多樣嘢啦，我要印二十份。突然之間我要印，其實我只印十份嘅啫。咁如果你嘅黃色掣咧，所有設定印冇曬嘅。如果你只係想清除個數量咧，可以撳個紅色掣。係啦，咁清除所有設定啦。咁鋪櫃唔使你噶啦。咁煙頭盒啦，如果有同事印印嘢，你要打尖，撳咗落去。佢會印埋嗰幾張之後停咗喺度俾你打尖。嗱，都留意啦，只係限影印打尖影印功能。如果你喺電腦 send 嘢過嚟編桌，如果有十個編桌。你在第一個編桌按了打尖，他要等第一個編桌完成了第二個編桌未開始之前才可以打到尖的、oh, okay. 啦，如果打完尖了，記住有些手勢按這個掣，如果你不按這個掣，他就一直不會印回之前的工作。